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泰国了，现在在等登机，一会儿就要上飞机了。来看看我为了这5个小时的飞机行程准备了些什么东西吧。我带了一本书，是我在书店随便买的，然后我的平板，然后我的触控笔，可以在飞机上画一会儿画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些女孩子的日常美丽环节，然后还有我的护照、手机、眼镜。C'est pas possible. Allez, oh.